参加救国团是不少中年人共同的回忆，因为团康活动会当在上短时间内，和大家那亲像一家伙啊，同款遐尼亲密。救国团欢迎团委会和团友会为着鼓励亲子走出户外增加活动，特别利用假日在环球科技大学举办小天使嘉年华会。这个小天使娱乐营的活动，最主要的是要好咱促进咱亲子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的亲子关系啊，不要因为这个社会的变化来疏远的啊。今天我就希望很多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能够带着孙子、带着小孩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那今天就以小朋友为主体的，那我们希望能达到让小朋友也有一个非常快乐的这个星期假日哈。希望在假期之前哈，让这些小朋友啊。利用这个假日呢，跟亲人啊，能够来这里啊，进行一些像这个 DIY 的彩绘活动啦，或是一些啊，还有提供很多这个表演的节目啦。哈，救国团内底有充满了各种人才，有人会晓唱歌跳舞，有人真会做七条命，毛人带团康活动是一流的。虽然大家拢无共款的才艺，但是拢有一个共同特色，就是每一个人拢亲切大方，够好到顶。那也希望我们云林县，如果说有一些义工伙伴们对我们这些救国团一些业务上非常的认同的话，欢迎加入我们云林县团委会的一个活动。那希望我们各乡镇20个乡镇都有各乡镇市的团委会都可以去报名。这场嘉年华会，真系算个行行拢有，相信来参加这个大家庭活动，一定让每一个人弄一个美好佮快乐回忆。记者李平安采访报道。